喂，你老實講，有人情世故嘅，好似嗰個哥哥仔。如果佢上嚟話喂，我係想攞個貼咧，其實我唔介意嘅，直情俾佢攞去。EA mask 係 EA mask， 但係佢好唔好意思，喂，我訂一個月，咁我更加係原來你想攞個貼，係攞啦。即係當然我會舒服啲，但其實開口得㗎啦。但如果你又唔諗訂，我唔成嘅，諗住嚟舐嘢嘅，終於咧以我性格，不過你放心，嗰六嚿水。我是會俾翻你嘅，我絕對唔會舐你嘅，你快啲俾翻户口我即刻俾翻你。OK， 因為我哋呢啲活動係好辛苦，真係諗住係招呼翻自己嘅 supporters 啊、會員啊、fans 啫。屌你，原來從來你都未睇我哋節目，唔係啊，我日日睇嘅，日日睇嗰啲叫支持啊，即係等於啊好多冚家產教你哋班冚家產做人啊。我 friend 啊開一間餐廳啊，我好最簡單嘅例子啊。喂，今晚不如去食韓國嘢啊！我個姐夫開嘅，係可以有仲有節啊，又可以唱歌。我屌你，我哋姐夫真係多得你唔少啊！你帶班客嚟就梗係覺得好似冇乜嘢咁樣啦。但係其實屌你老母，你算係點撚樣啊？屌你老母，一上嚟又要攞折，喂係 friend 嘅捧場係俾大啲，嗰啲叫 friend。屌你老母，喺你啲香港，即係嗌多啲嘢食。係啊，因為香港臭啲冚家產，講就講。好我。EA 马士，日本革命性发明，二氧化氯增生体，改变世界，对预防细菌病毒感染新观念。EA 马士喺一米内可以消灭拉 T 拉破拉细菌真菌病毒，只有 Only You 带咗 EA 马士，是尊不虚假。EA 马士保你命30天，而家仲要戴口罩 ，out 咗啦。好。EA Mask 點解揾我廣告嚟做 opening 咧？因為點解咧？實在反應太好，其實我就唔應該播呢個廣告嘅，我就應該播嗰條聲嘅。咁個老友記就知道啦，聽日播俾大家聽。咁而家我身上面咧有一個咧，我戴曬啦，我嗰個新版嗰個 EA Mask。咁而家呢個咧就係、舊嘅，就好似細路仔啲啊咁大個。咁我咁但係冇啊，冇辦法啦，得翻幾個咁咪戴下咯。咁話說咧，呢一個係乜嘢咧？其實係日本嘅發明，我之前我講過啦。咁我已經決定咧，會將佢上架嘅嚇，會上架就用網購嘅。咁當然大家朋友都可以上嚟買，但我真係希望你哋網購啦。咁我呢個禮拜就會研究埋點樣俾你喺嗰個網購嗰度打埋地址，我寄俾你哋。呢個郵費係平啲啦，10蚊咁樣搞掂啦。OK， 咁好啦，就一個可以用一個月。咁係咩嚟嘅咧？就係我講嗰種，你有鼻敏感，有氣管問題。OK。有花粉症，有臭狐，甚至乎有老人味啊！開始啊，我都驚驚地問下自己有冇老人味先。咁其實咧，你戴咗佢咧係好有效咁消除嘅。咁其實點解呢個老友記咧？唔知今日喺咪度啦？佢開頭就從來冇諗過叫我賣呢隻嘢嘅。咁就純粹係咧 sponsor 我哋嘅啫。咁個 sponsor 條件我哋都未傾啊，就話咧只要我哋唔使介紹，唔使推，就咁戴住喺度得啦。係啊，戴住喺度。因為咧，原來事源咧，佢之前咧。都是找過其他網台帶過的，但是後來就不了了之了，而他也不介意我來送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其實我知道他門生意，也因為我早幾天開始講完之後，我的客仔或者那些老友記上來拿過之後，跟著的 feedback， 我或者這樣，因為我就沒有做定條聲，我現在看看找不找到個 WhatsApp 呢，就立刻講出來了，這些真是現場節目，沒得假的，真的沒得談的，我們我就立刻試一下，我老友呢，他有個94歲的老母，昨天上來那裡講完之後呢，他就 WhatsApp 我講這樣的事了。你說對了，我今天被我媽帶呢，就由我上你公司到回到家裡被他帶，帶到現在，我不是，我睡覺是被他帶了，帶15天就算了。那個氣，那個鼻哥的喘息沒有了，睡得很靜，靜如深海啊，這個東西是有效的。好，拜拜。咁我又用啲老友嘅真實個案，其實後來我將呢一段就俾翻我，即係呢個 importer 講，佢話其實對老人家呢啲都唔係真正最有效，因為其實呢件嘢仲最重要咧，就係將呢一米範圍內嘅所有細菌，空氣入邊咧每一平方米咧，其實以幾千細菌嘅，壞嘅細菌、好嘅細菌、乜嘢細菌都有，但係咧我哋點為之叫淨化好 pure 嘅空氣咧？就是1000粒細菌一平方米就 OK 嘅啦，就叫做好乾淨嘅空氣，即係咩尼泊爾啊，咩嗰啲緬甸啊，唔係緬甸啦，嗰啲山區嗰啲叫咩不丹啊嗰啲係啦。但係原來呢個嘢咧係有效咧，就將喺空氣入邊嗰啲細菌咧係減到得500個。
咁所以基本上咧，你嗰啲致敏源咧，係所有啲咩鼻敏感嗰啲係全部冇曬。佢話叫我你買又好乜都好啦，叫我嚟送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個心態就係、是、你用一個，根本你就一定會繼續用。你講嚟講去講幾十蚊一個，用一個月。咁你唔會唔用噶嘛？嚇、咁而家我知道咧，我上網睇咧。咁佢都賣得非常勁啊！即係就唔好我講人哋賣幾多，因為你一用過你就會繼續用啊。咁呢一個就 B B 啲，咁新嗰款嗰只咧就靚啲。咁各位朋友，我會上架賣嘅。係 OK。咁同埋咧，每一個新申請咧，舊嗰啲你唔好追翻我，你上嚟攞，我有貨嘅俾你。但你話叫我逐個跟，我就搞唔掂啦。由應該由下禮拜一開始咧，每一個新訂我哋啤梨漫步嘅 OK。咁我哋都會預一個俾你啦。係啊，好啊。啊，所以送俾你啊、OK， 咁啊最公道啦。咁呢個廣告唔係我哋會長期播嘅，因為廣告費還廣告費，但我話廣告費收效雲大，而且好撚實用。因為好簡單，唔會有一個節目好似我啤你咁樣，即係好似重回呢個歡樂金色咁樣 sell 啊，直情係 sell， 屌你啦咩，即係用過好啊嘛。